我操！二楼，我打了钉头。操！我以为是你们来了。二楼还有一个，二楼还有一个。二楼靠那边那个窗口还有一个。二楼是来一个。三厅。大厅。厕所方向，二楼厕所上楼右边。左边还有一个，哦，完了，去救他，去救他。另一队也倒一个，标点楼里倒了一个。我丢了个蓝圈。哦，冲厕所，他在厕所。哎呦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这叫什么？这叫走投无路！他那好像还有点能待吗？那太呆了，我操！走投无路了，他是。我的个！左边，左边！要打药，他妈身上不行了。你快点！哎，我就不信有人把摩托车扫过来。楼上有个，大哥，进进进！他把他睡着了，比心。房子里是不是有一个？我要点他单了。他这么给我送兄弟，我要点他单了。有一个。小床小小厕所翻出来了，哇，那个烧缸啊，车右边吉普又撞了，还有一个，哎呦我操，还有一个，哈哈哈，这都在干嘛呀？我们是软柿子，挑着软柿子捏，兄弟。三只，啊！倒了一个，撞他，就那个蓝圈那地方倒了一个。这蓝圈是哪位小天才丢的？他自己丢的呀，没看到吗？